猜多重啊？两公斤重。在第一天看到狒狒之后，我们就把相关的资料，然后晚上去做科普一下啦，就是开始在肉搜这个是狒狒的状况。那因为我本身自己也在六福村有半年卡，所以我要常常每个假日常常带小朋友去六福村玩，好，所以对于那个狒狒敏感度其实会蛮高的。然后一看的时候就觉得，哎，这个好像是在那个动物园的那个某一区的那个狒狒，哎，好像是东非狒狒。好，当时没有记得那么清楚，那我觉得应该就是东非狒狒。那后来在科普了一下之后，大概也能够确定它是东非狒狒。